2023香港小姐竞选决赛今晚完美落幕，你哋睇咗未啊？今届嘅三甲港姐已经诞生，资讯会即刻带大家睇下有边几位佳丽攞奖，佢哋分别系17号黄敏慈赢得季军，4号黄怡燕赢得亚军，同时佢仲系最上镜小姐嘅得奖者，而冠军就由15号庄子璇赢得。佢喺文革环节当中都不忘向非洲宣扬香港小姐，又喺1分钟论坛上展示如何善用人工智能，又不失提醒人与人之间的关心，表现实在是非常出色啊！绝对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香港小姐。另外，8号姜依妮虽然最后止步10强被淘汰，但亦都获得友谊小姐的殊荣，恭喜晒！至于在赛前一直被视为大热门的16号郭佩文，虽然全程表现都不错，但可惜最后大热倒灶，止步于5强，真系令到唔少网民都大跌眼镜啊！再次恭喜所有得奖佳丽，唔知今晚呢个赛果又系咪你哋嘅心水呢？评论区话我知啊！